因为感谢，所以幸福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如果没有做的话，浑身不自在。什么事情呢？那就是刷牙。所以今天要感谢的是一个牙刷。这看起来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具，可是你知道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吗？如果它没有做好它的工作，我的牙齿就不会那么的健康。一旦不会那么的健康，它会影响到我的食欲，影响到胃口，影响到我对食物咀嚼的情况，甚至影响到整个消化吸收保健的过程。一个小小的牙刷帮助我，使到我的个人卫生做得更好，使到我的口气清新，使到我可以很自然地跟别人交谈，因为口腔健康。今天真的要感谢我的牙刷。